你就是柴谦啊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肖贝贝的运营，我叫孙可乐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肖贝贝经常跟我提起你，他说你是大公司出来的，本来今天这个聚会的想让你安排的，我说那人家大公司出来的，要求高，审美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派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你还多担待。嗯，哪里轮得到我担待？是我没有珍惜好这次机会，给你一天麻烦。您客气了。您这边签个名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二位女士好，我是红圈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，如果有业务上的需求，可以联系上我们电话。啊，好好，稍等一下。 好，你看看可以吗？女士您好，来，我们几排。我是红圈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，请问冒昧问一下，您是做什么的吗？哦，好，干妈，来，一二三。哦，我是做美容。柴谦，你先找地方坐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们先玩一会儿见啊。哎，这边扶着我，我的手上劲儿。柴谦，笑笑。 你脚怎么了？没事，就受了个小伤，幸好我临时找了个助理，不然我只能拄着拐来见你了。小心点儿。哎，助理，我跟朋友聊会儿天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还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没能帮你策划这次的活动。哎，你看我可以给你个专业。哦，可以啊。嗯，谢谢啊。谢谢，那你先坐一下。 我这边找你，我本来就是大材小用，你不要有压力，好吧？你好，你是肖贝贝的助理。我是肖贝贝的真爱粉，我可以加一下您的微信吗，助理哥哥？助理哥哥，你看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谢谢。哎，孙可乐，好了，你去那边看一下李老师。 哎，就是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咱们公众号的运营，你这种活动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可以，我加你的微信吧。咱俩都好长时间没见了吧？我感觉你变化好大，我之前每次见你，你都是那种特别干练、职场女性的打扮，这次一见真的浑身透露出一股幸福的居家小女人的气息。 休息久了，我又开始羡慕你这样，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努力奋斗。你快别提了，我现在快累死了。我白天得上班，晚上得写稿。我稍微一脱稿，孙可乐巴不得拿把刀逼在我脖子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效果得有多累。各位，现在按名字入座吧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嗯，照顾好自己。嗯，谢谢。孙可乐，换一下。林老师，您坐这儿。行，林特助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
我是咱们肖贝贝公众号的运营总监，我叫孙可乐。那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们的答谢会正式开始。这会儿才应该有掌声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大家彼此都还很陌生不认识啊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游戏叫击鼓传花，传到谁谁就给我们分享一下和肖贝贝公众号的故事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啊，稍安勿躁。谢谢林老师今天当我的拐杖，知道你不开车，所以特意点了这家店珍藏的红酒，也是这餐最贵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游戏开始。嗯，从你开始好吧。来喽，三二一开始。我是大四的时候知道肖贝贝这个公众号，那时候我刚失恋，整个人都特别不好，偶然间看到了贝贝发的文章，就陪伴了我最灰暗的时光吧，所以特别感谢贝贝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那我们游戏继续，三二一开始。来，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说起我跟肖贝贝的缘分，我应该算是他最早期的广告主。那时候我还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，有一个面向女性消费者的企业展会，需要拍一个广告，然后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文章，所以就找到了他。对，柴谦还在他的展会上给我的公众号打过广告，我的粉丝直接上了一个档位。你以前工作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后来要辞职呢？因为我男朋友他想让我回归家庭，后来全封之后我决定在家休息。那可真是太可惜了，就为了男人吗？也不算是为了男人吧。那个时候我工作遇到了瓶颈，我很焦虑，做公关就要整天面对媒体，我手机整天24小时开机，只要一响我整夜都睡不着了。后来我确实做到了媒介经理，可是工作越来越多，我根本就做不完，所以才有了休息的打算。我们这个圈子的女生每个人工作压力都很大，回归家庭什么的有点像是借口，你不知道吗？抗压能力就是在职场上锻炼出来的。可你现在能搞得定吗？这明显就是找借口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，柴谦他累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又遇到了心爱的男朋友，那我觉得这是他的选择。我也要感谢柴谦在我公众号起步阶段给予我支持，谢谢你。那我们游戏继续啊，三二一开始。这辞职业务一年多了吧，这业务会不会生疏忽？回归家庭什么的有点像是借口，抗压能力就是在职场上锻炼出来的。别
别生气。Thank you.